to exercise， 要运动。可以。你还有2500下。可以的，毅力。Do control， 要控制。肋骨下沿和髋骨上沿的中间点是侧了腰尾的正确位置。再去除腹外腰部的多余衣物，轻松站立就可以了。所以我要脱上衣吗？然后呢，皮尺要与地面保持水平。Do healthy diet， 要吃的健康。低脂鲜奶比全脂好，多选择全谷类面包。无糖豆浆所提供的植物性蛋白质比动物性更好哦。要选择健康的饮食，有健康认证不易形成体脂肪的无糖茶比含糖饮料更好，也可以选择少油轻烘焙的面包。更别忘了水果与沙拉，以满足每天3蔬2果的需求。好，奶奶量血压的时候不可以讲话哦，以后想量血压随时可以来千禧健康小站。也要放轻松哦，不要吸气哦，要吐气。啊，对，这就对了。8月9日，大家一起来量腰。